最新消息，指挥中心在昨天深夜紧急宣布，第十一轮的疫苗预约接种截止日，从今天的中午12点呢，会延长到晚上6点。那另外45岁以上的民众呢，会加开44岁以上的民众，也可以进行第一剂的 BNT 疫苗预约。我们就带你来看到第一剂 BNT 疫苗预约呢，接种的对象包含44岁以上的民众、22岁到12岁的民众，还有18岁以上的第九类对象。至于第二剂的 AZ 可以施打的对象，包含你在7月22号之前就已经接种的18岁以上民众，还有在7月30号以前就已经接种第一剂的54岁民众。那另外第22轮的这个预约呢，也准备要开跑了，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你符合资格的话，分别是 BNT 的第一剂；如果你都还没有接种，这施打的对象呢，包含这44岁到23岁的民众，登记截止日是13号。那第二轮的这个第二剂的莫德纳疫苗呢，也是呢，只要你是7月16号之前接种的呢，都可以来预约第二剂了。那至于第12轮的这个 BNT 的这个莫德纳，预约时间是10月18号到20号，那施打时间从22号开始，一直到月底。